世界成就品最后的一段，无差别长行第二句看起，夜夜世界海中，诸佛出现，所有威力无差别。夜夜世界海，这里面有微尘数的世界，所有世界当中，诸佛示现，他的威德、神通、实力，这十种特殊的能力，都是平等的。都没有差别。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常常读到佛佛道统所以佛的智慧德能相好都没有差别。但是佛跟众生的缘分有差别，这个一定要知道。佛门里头常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个就说明了众生跟佛没有缘，佛就不能度他谁能度他呢？跟他有缘的这尊佛能度他。从这些地方我们又能体会到常言说得好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所以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要结善缘要结法缘你将来成佛度众生才多才广不单于一切人要结善缘这个现在懂得的人真的是不多我们常常羡慕一位长者大德，无论是在家出家，羡慕他的法缘殊胜法缘为什么有盛衰不同呢？由于你过去今生，你跟众生结的缘不一样嘛。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世间将近三百余回我们看弥勒下生经，佛告诉我们弥勒菩萨的语言就不如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将来这个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了将近多少回呢？三回，龙华三回，释迦牟尼佛三百多回弥勒菩萨只三回这说明说语言不一样佛在经上讲了，要照理说是
弥勒佛先成佛，释迦牟尼佛在他之后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超前了？超到弥勒菩萨之前了，释迦牟尼佛精进不懈啊。超前好多界啊，在弥勒之前成佛了。这是经上往后都会讲到的啊，勇猛精进的啊，像是像这个释迦世尊啊，这个世自在王啊，法藏比丘啊，无不是勇猛精进，超越诸佛如来。这些地方我们要留意，我们应当要学习，要效法。戒缘这桩事情尤其重要。你如果说我没有能力，没有这个钱财，我没有办法跟人戒缘，你见到人从内心里面升起恭敬心，或者点头微笑，都是结缘的，这不要花钱的啊。随时随地都能做得到啊。给人结缘，给动物结缘，动物有灵性的，这一次我到杭州去访问，参拜祖师的舍利塔，我们心里头最仰慕的莲池大师、藕益大师、永明延寿大师，这次有缘我都去看过了，莲池大师的云栖寺，道场是还在，可惜已经变成游乐区了，在这个时代无可厚非呀！往后的佛法一定要回归到教学。过去祖师大德的道场已经成为名胜，观光旅游的景点了，游客拦都拦不住啊！所以早年我第一次跟赵普劳见面，1990年的时候，我跟普劳就提到啊，往后佛门的道场，因为现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不需要建很多这么大的中国，建10个道场就够了早年这些道场呢，通通开放做观光旅游。
做机会教学，好事情啊！那佛法的道场呢？中国有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就够了。建的方式呢，像外国的大学城一样。这一个大道场里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学院，讲经说法，培养弘法人才的地方。另外一个道场呢，学会，像净土宗有净宗学院、净宗学会。学会呢，是共修的道场。这样就够了。一个宗派一个。另外选择好的地方来建道场，不需要到处建很多那些小道场，不需要了。那从前交通不方便，资讯不发达，便利当地人就近这个需要，才建立大大小小这么多道场啊！现在不需要了。最殊胜的道场是什么呢？卫星广播电台，这我常常讲的讲经也好，念佛也好，做早晚扩诵也好，都在这个电台里面传播出去。每一个人在家里头打开电视机就跟着做早晚扩，跟着念佛就像在这个道场参与道场没有两样听经在家里听所以新时代的大道场是在空中不需要花那么多钱，这个建那么大的一个不需要有个十几二十三十个法师就能对全世界弘法整整齐齐的仪规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借着这个高科技向全世界播放道场的形式应当建立现代的学校的方式不必再用这个宫殿这种建筑那是那一个时代我们常常讲佛法一定要懂得本土化现代化以往那个是这个帝王时代的留下来宫殿式的建筑现代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教学是教育佛法教学的内容这佛家常讲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他教学的方针教学的宗旨永远不能变更的原理原则内容戒定慧三学
啊，这是经典啊。在形式上，佛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啊，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生活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物的关系啊，这就是我们常讲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关系搞清楚了，知道怎么样相处，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不仅仅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了啊，我们所作所为的是促进宇宙的和谐，真善美慧的人生啊，这个是智慧的教学，真实的教学，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佛法好东西啊，世出世间呢，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啊！今天这个社会大众，很多人对佛法产生误会，不能怪他啊！要怪谁呢？我们佛门四众弟子没有好好的依照佛的教诲来学习，没有能够把佛陀教诲发扬光大啊，过失在我们自己啊！啊，我们今天明白了，醒悟过来了，有责任，有使命啊，把佛陀真实的教诲介绍给社会大众啊，不但是用语言文字，最重要的要实行啊，要把经典里面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做出来给社会当中看啊，大家就明白了啊。我今天上午啊，澳洲物品司打个电话给我啊，告诉我现在在澳洲当地人啊，澳洲的本地人许许多多人对佛法有兴趣啊，要求我们办讲座来帮他们学佛。我说好啊，悟行法师跟这个几个同学们在研究啊，来办讲座啊。那我跟他们建议，我们设一个论坛啊，每一个星期一次，来帮助他们啊。这个论坛不要叫佛学论坛、佛教论坛，我们不用这个名词，多元文化论坛。为什么呢？用多元文化论坛，我们什么宗教的经典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研究讨论，都可以让大家在一起学习。因为我们住的这个都市，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最多啊，用多元文化好啊。啊，我过去在这个新加坡啊，天主教的学校里面讲过玫瑰经啊，玫瑰经是天主教的早晚课课诵本呐、啊。啊，看看我们佛教徒啊，学佛的人对你们经典里面的看法啊，我们读你的经典，我在你这部经典里得了些什么受用，我讲给你听啊。我们在这个场合里头做一个研习报告，研究学习的报告，回响非常好啊。啊，所以我们就决定啊，这个学院里面啊，懂得英语的有十几位啊，这个在家出家一共十几位，通通参加这个论坛啊，一个星期一次啊，将来如果学的人多了，我们就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三次啊，如果真的很多人学习啊，我们可以专门布一个教室，每天上课，欢喜啊！啊，我们在那个城市时间不长啊，才一年多，不到两年呢。啊，为什么当地人对我们有这样的好感呢？给诸位说，没有别的。我们做到了，老实说我们做的还不够啊，我们做的太少了，但是这个太少这一点已经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啊。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啊，我常常讲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能做到多少啊？啊，10%都不到啊！但是，社会大众对我们这样的鼓励，增长我们的信心呢、啊，啊，也引发了我们的惭愧心呢、啊，啊，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呀、啊！这个是修无法师往生之前留下来的一句话啊，我们一定是能知能行啊。我们今天在那个地方，这个学院修学的宗旨。我就是我们的院训，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的16个字啊，四句偈啊，顿伦敬奋，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我们的院训啊。我们教学的纲领就是遵守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是我们的教学纲领啊。啊，孝亲，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真做，要求落实啊，在我学院里头。无论出家在家，现在我们主众有40多人啊，那么经常到山上来参学的啊，现在我们是办这个短期讲座啊，每一届是10个星期，就70天
我们一年办四次，每一季办一次，我们叫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每一季70天，所以办这个讲座，我们收容的人数是48个人，48院呐，那么由此可知，我这个学院经常在一起生活的，连自己的常住跟来参学的同学们大概有100人，每一天生活在一起有100人，这样一个团体，我们要求做到啊，所以当地人看到欢喜啊，我们绝不是天天在那里研究讨论，不是干这个我们重视落实，要求你要做到孝养父孝养父母怎么做法呢除了我们也在积极筹备要建一个万县先祖纪念堂这个纪念堂呢，同时也是讲堂，也是念佛堂，也是活动中心这个里面教学着重在伦理道德着重在因果教育要真干呐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人与人之间真心相待人与人之间互相尊敬互相信赖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我们跟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全心全力为这个地方人民服务居住在我附近几条街几乎都是退休的老人所以我到那里去一看我跟家里的人大家讲这里就是弥陀村全是退休的外国人他们有一些老夫妻两个住在一起有不少单身的或者是先生过世了或者是太太过世了单身的我们常常去慰问常常去照顾把这些老人看作是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孝养父母要从这个地方去落实每一个星期六我们照例的有温馨晚宴就是请他们大家来吃饭免费招待来的人我们统统欢迎完全用素食来接待他们非常欢喜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对社会我们是付出的但是他给我们的回报那一种得意那一种真诚的这个爱戴是很难得到的在物质上的回应我们也很欢喜我们免费供养他们他们常常有送米来给我们送菜来给我们
送水果来给我们，啊，常常送来啊。啊，我们跟当地人呢，变成一家人了，啊，真的像啊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啊，所以出门，啊，用我们的服装，他们都认识。啊，我们穿这个咖啡色的长背心。啊，走到哪一条街上，两边人都向你打招呼，亲切。这个就是世尊常在经上讲的。为人演说，我们要表演，要做出来给人看。啊，我们的大门敞开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我们绝不拉信徒啊，自己走进来啊，欢欢喜喜的走进来。我们在那里不化缘，不募捐，啊，不要人家一分钱，啊，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呢？靠三宝加持，靠天龙护法了，靠韦陀尊天菩萨，啊，我们的收入能够开销，啊，我们决定相信佛菩萨。实在是我们的经济来源断绝了，我们大家合起掌起来念佛求往生啊。宋朝迎客法师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啊，他就走了，所以一丝毫的忧虑担心都没有。迎客法师是个破戒的出家人呐，不守清规的出家人呐，三天三夜能把阿弥陀佛念来，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有信心，他能念得来，我们肯定也能把阿弥陀佛念来。所以衣食住行事事供养，为这个事情担忧，把你的清净心破坏了，这是大错特错。我常常教导同学，我们学佛的人不怕死，学佛的人远离恐怖啊，不惊不怖啊，无论是在顺境逆境，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安定的，生智慧，不生烦恼。我们认真努力，做出一个佛教的好样子，让社会大众看看佛教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对得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哪有不得佛力加持的道理呢？啊，我们念到这一句有信心了。啊，诸佛出现，所有威力无差别，这个无差别加持我们呢。啊，我们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与一切畜生道结法缘，与九法界众生结法缘，念念要想到啊，再看下面第三句：夜夜世界海中，一切道场遍十方法界无差别。这是说道场同。清凉大师说：“同真辛苦啊！啊，道场不论大小，啊，像我们这个摄影棚，啊，这是一个房间呢，这道场不小啊！啊，我们在《维摩诘经》里面读到维摩障室，我们这个摄影棚。”比维摩障室还要大啊！如果从法性上看呢，大小就平等了啊，真性里头没有大小，心同佛心，愿同佛愿。我们这个是摄影棚，跟华藏世界无差别了，跟极乐世界无差别，跟一切诸佛的报土无差别，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华严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不是一次啊。一切道场遍十方法界，我们这个小小的摄影棚遍不遍十方法界呢？遍。肯定是遍，哪有不遍的道理呢？为什么遍呢？法性通。所以我常常讲，我讲的是真话啊，都有经论做依据的，不是随便说的。我们齐心动念，每一个念头只要微微的一动，那个念头的波啊，它比光波快啊，比电磁波快啊，立刻就周遍法界啊！为什么呢？光波、电磁波是物理，它的速度再快还是有限度的啊！太阳的光照到地球上8分多钟啊！我们每天晚上看到天上的星星，那些星星都是太阳，都是自己发光的啊，他们的光照到我们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光的时候有很多，好几个光年啊，十几个光年，100几个光年啊，几百个光年，
很多很多啊，用光的速度还要几十年才能照到地球，我们才能看见。思想的波就不一样了，心波啊，它不是物质啊，它是心。心的波只要一动，立刻就多变法界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人知道，你错了，凡夫不知道，愚痴的人不知道，佛菩萨知道啊，甚至于鬼神都知道啊。鬼神有报德的无通啊，人起心动念，很多鬼神晓得啊。所以中国这个谚语里头常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世间人常讲的，实际上是不是举头三尺呢？你要问我，我就老实告诉你，三尺太远了啊，举头三寸三分就有神明了。神灵围绕在我们周边，时时刻刻不离呀、啊！你能骗得了谁呢？啊，常常以恶意对人、对事、对物，果报现前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那么这些全都是真正的事实。啊，这一次我们在杭州，啊，有一个同修告诉我，啊，他放生，放了一条大鲤鱼。大概这一条鲤鱼有30多斤重啊，他去买的时候3块钱一斤呢，差不多将近100块钱。那我想的时候应当有30斤重啊，放的时候鲤鱼有灵性呢啊，回过头来再看看他，好像依依不舍的样子，他就跟鲤鱼说话，哎，你呀赶快投胎到我家里来做我的孙子。他的儿媳妇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那条鱼。他告诉我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来投胎了啊。那么这是报恩来的呀啊，孝子贤孙报恩来的，你对他有恩呐、啊。动物有灵性的，通人情的，啊，通人心的，所以念念周边法界，啊，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起心动念无所谓，啊，那你就错了。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念念心地清净善良，与诸佛菩萨与善神感应道交啊，啊，所以道场
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道场跟我们自己道场融成一片。维摩经上说，哪里不是道场呢？知心是道场啊。真诚心是道场啊，清净心是道场啊。布施的心是道场啊，持戒的心是道场啊。你要懂得了，你要明了啊，你的这个心开意解，然后心量拓开，真的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句句都是真实话。第四句，夜夜世界海中，一切如来道场众会无差别。这个众会就是同学、同参，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有志一同。没有差别啊！何以说没有差别呢？都是诸佛如来的常随众啊，不离开诸佛如来啊。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明了，我们是不是真正在学佛？真正在学佛，跟如来道场会众就没差别。这个经上讲了一个小故事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有两个出家人啊，想见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都是步行啊，走路啊，路程不近啊，两个人走到中途口渴，看到小溪里面有水啊，就想到小溪里头喝这个水。有一个出家人看到了，这水里头有虫有生物啊，不敢喝啊，怕伤害这个小动物的生命啊。有一个，那另外一个呢，他就不管了，我渴得要命了啊，他就喝了水啊。另外那个不喝水呢，这个害渴的时候啊，他就死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只喝了水的啊，过了几天到释迦牟尼佛那里见到佛了，佛就告诉他，你同来的那个同伴呢，路上不敢喝有虫的水啊，他先来见我了。这个喝水的这个出家人呢，非常惭愧啊，持戒是道场啊，坚决持不杀生的戒，宁愿自己渴死、饿死，也不伤害众生的生命。所以
什么人是佛的常随众呢？依教奉行的人，不一定在佛的身边呢、在佛的身边不能依教奉行啊，我们中国人常讲的阳奉阴违，